认真一些。抱歉，请和我走一趟吧。喂，你不断的压住案件调查，是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稳住状况吗？是你没有成功，把一切都搞砸了，可怎么办？你有想过吗？别想用这些话干扰我。但是你，这说明你已经被干扰了。那我就偏要说，所有的状况都在控制之中。和平结局，此为安魂曲，很好的判断。直枪，伐敌，还没结束，看来要给他们一些教训了。虽然看起来很生气，但打起来可是要留手的哟。所有的状况顺风，你很怕破坏这边的藏品对吧？百年之计的伟大胜利。珍贵的艺术藏品。作战结束，我的枪就帮上你了。